照我的意思做啊、哦！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我做得到。也许能骗得了别人，你知道，你听不见。我们像这样吵架的时候，你觉得崔正直他在做什么？这样子能够找回外公的有机集团吗？听说你跟东珠像亲兄弟一样相处，可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？我觉得你像我儿子。有力啊！你一看就认得出马路哥吧？你看这是谁？这个人他不是马路，马路闭眼睛的时候眼睛像这样，眉毛像这样，嘴巴像这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是否听见我的心？